欢迎来到宫川和也的清酒配菜搭配频道。这次我想介绍 Volume 32麦烧酎二阶堂 Barley Shochu Nikaido。 Anka， 我正在练习日本舞蹈 Fusetsu no Gurutabi。 昨天我去卡拉 OK 包厢练习了 Fusetsu no Gurutabi。 当我试图获得周围人的认可时，两次怎么样Nikaido， 我被拒绝尾部，我很沮丧，所以我喝了日语的谐音 Nikaido 作为两次怎么样。这是一个强制的双关语。今天是二阶堂。本日は Nikaido ご賞味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かうまい。疲劳被吹走了，美味的渗透五脏六龙，渗透五脏六龙。这个人，山口县汤田温泉的西之宫长盘社长，已获得多项清酒资格。Kazuya Miyakawa 的清酒和配菜配对频道一百集清酒。今天要介绍的是最受欢迎的大麦烧酒之一二阶堂。这是日本第一个由 100% 大麦和大麦酒曲制成的烧酒。这是二阶堂酒造的烧酒，精心挑选的大麦和大麦衍生的酒曲，而且是只用纯净水制作的烧酒。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烧酒被视为比威士忌和葡萄酒低的酒，届时 True High 热潮将涌现。曾经有一段时间， True High 被审查低酒精啤酒般的软饮料 Hoppy 成为了 Chinomi 餐厅的标准饮品。这是二阶堂酒造向世界释放的正宗烧酒二阶堂，毕竟喝起来很容易，用大麦茶或乌龙茶加水、碳酸水和烧酒盐都很容易喝。将这种正宗烧酒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二阶堂酒造有限公司成立于江户时代后期的1866年。拥有约150年历史的大分烧酒酿造厂。二阶堂烧酒在明治和大正时代继续生产烧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粮食短缺被迫暂时关闭。尽管如此，他对烧酒制作的热情从未间断。1949年恢复生产。1951年，小麦酒曲的制作方法从传统的米酒曲制作方法改变。我们开发了大麦和大麦衍生的酒曲，以及 100% 大麦烧酒。1974年以 Kura 的名义发行后，一饮风靡全国，成为大麦烧酒热潮的火花。二阶堂是战后诞生的烧酒，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这是因为据说二阶堂继承了朝地酒，这是一种直到明治时代才被作为礼物送给德川幕府的美丽清酒。二阶堂是以精选的大麦和优质天然水为原料真空制作的正宗烧酒，这是日本第一个使用原料名称作为产品名称的烧酒，例如大分麦烧酒。这些功能易于消费者理解的事实，也可能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二阶堂是由建于创业地的酿酒厂生产的，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设备，但制造方法是一项只有继任者才能继承的秘密技术。裹在面纱里，毫无疑问，美味的秘诀之一在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大分县日之出町以其丰富的泉水和著名的水域而闻名，这是一个被郁郁葱葱的山脉和别府湾包围的地方，海浪声很安静，这是制作烧酒的理想环境。二阶堂一直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因为它是在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下精心制作的。
让我们看看四种类型的分类。烧酒的味道是左边的简单味道和右边的复杂味道，上为高香味，下为低香味，可按风味型、清淡型、浓郁型、性格型分类。对我来说，二阶堂接近于光型和复型，复型接近于光型。我认为它可以定位为味道清爽，然而它是一种清淡的类型，但味道有点浓。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会试试看，很好吃。小麦的香气在口腔中蔓延，它具有芬芳的大麦香味。我认为与同一大分县烧酒一赤口的不同之处在于小麦的香气和风味保持不变。二阶堂酒造的官方网站介绍了烧酒所、水哥和热水。他说，享受醇厚的香气和味道。第一种是将烧酒倒入冰中的烧酒所，淡淡的麦香沁人心脾，因为华丽而清爽，所以兼具丰富型和清亮型的特点。接下来是水哥，我认为即使是不熟悉烧酒的初学者也可以品尝到美味。接下来是热水拆分，添加热水。此外，大麦的香气增加，蓬松的大麦甜度也会增加，增强了大麦材料的味道，它非常好吃。最后，汽水分裂。有人说烧酒的苏打酒是个坏主意，但正宗烧酒的制造商出售它已适应许多苏打酒。如今，正宗烧酒的苏打酒很受欢迎。这一次，我将介绍如何制作美味的苏打水，虽然这需要时间。首先，将冰块放入玻璃杯中并搅拌，然后冷却玻璃。当冰融化时，将玻璃中的水排出，然后慢慢倒入烧酒，搅拌并慢慢冷却。最后倒入冰镇苏打水，用搅拌器慢慢搅拌一次。然后你将不得不喝酒，我会说一次。次に氷が溶けてきた水をグラスから出す、ね、お次に焼酎をその上からゆっくりついでかき混ぜる、そして冷やす。最後によくその冷やしたソーダを注いでマドラーで一回だけかき混ぜる、ね、请像这样尝试，真的很好吃。调料是盐，有一个轻质的材料和一个简单地带出材料味道的配菜是很好的，例如烤鱼、鸡大腿和鸡柳。这一次我们准备了烤蔬菜和海鲜，这是烤牡蛎，广岛牡蛎很有名，贝类的内收鸡，这是香菇。二阶堂和烤海鲜是最好的。二階堂と魚介の焼き物、最高ですね。これ有梅盐，牡蛎烤的时候非常好吃，搭配大麦烧酒非常美味。用盐吃内收鸡，很好吃。尼开豆适合任何东西，适合搭配清淡的鱼贝类和浓稠油腻的配菜。那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继续介绍美味的清酒、烧酒和美味的配菜，请享受。感谢您访问年轻老板娘的频道宫川 Yoshio 的 Yuru Iriokan Diary。下个视频见，非常感谢你，再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ようなら。よー